青瑟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的伤怎么样？不碍事的。青瑟，顾云深他没把你怎么样吗？没有，而且他以后也不会再来干涉我们的事。你确定？我已经和他说清楚了我们的目的。 他断不会再与我们为难。我不明白，他是阎罗将军顾云深，心中是永远会将天下大义放在首位的。国师的所作所为伤天害理，他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的。你这样了解他，当真对他毫无情意了吗？对了，观星殿是国师的居所，那里面守卫森严。 我才刚中了顾云深的九天雷符，泄露了九尾狐的气息，这邪祟居然来得这么快！你都是为了救我。 是我拖累了你，不是的，这药我们已经吃了这么久了，药效自然是越来越弱。再这样下去，恐怕我们都不用化形，邪祟就可以找上来了。这邪祟的数目巨大，无穷无尽。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困难的话，可能时机未到，我们就会被国师发现。 若我们只是想要铲除邪祟的话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七星剑，七星剑可以斩妖除魔。如果我们能从顾云深手中拿回七星剑的话，不论国师派多少邪祟过来，我们都可以斩草除根。顾云深，他肯见了。 七星剑原本就是我们的。